第一季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看到小朋友出很多状况，然后慢慢的去收拾他们的那个烂摊子。但这一次我比较是主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，但是小孩子还是继续扑龙宫。其实王少伟是我的罩门，因为我们常在拍戏的时候啊，他就是会有那种，怪老头的那种声音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点完目的不高、哦，但。我也可以听得到孙炳东的，你知道，他怎么不笑？他就这样。家庭生活喜剧《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》即将在5月4日首播。大哥 Darren 爆料王少伟是他的罩门，让他频频笑场。在访谈过程，王少伟也被众演员投票荣登片场 NG 王，成为最常笑场也最常害其他人笑场的演员。苏炳忠的觉醒，虽然他身体的机能都已经在退化了，对啊，像老花啊、夜盲啊，那个生理方面，对啊。大哥一直以来都是废之中带点贱，就是又废又贱。苏炳忠，你不要再养老鼠了，因为你真的越来越像老鼠。以前留胡子的时候，你怎么想？看你真的跟他越来越像哎。娘亲，我们这些小孩子真的是劣根性。大家以为他们已经改过想要向善之后呢，才发现好像不如预料之中那么的美好。其实王少伟是我的罩门，因为我们常在拍戏的时候啊，他就是会有那种怪老头的那种声音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点完目的不高、哦，但我也可以听得到孙炳东的，你知道他怎么也不笑，他就这样。明威他真的是废到一个极致啊！我常常说，你有没有把你灵魂带来现场？他说他有，但我说在哪里？我看不到。我觉得落差最大的地方是他比第一季还健康，因为毕竟第一季有中风过。你看当时受了重伤，你没有义气。婆婆二会比较针对每一个角色他背后的故事，像我的故事就是追求爱情。乖，我知道你很需要有人保护你，但是记得要选好男人，因为他都选到很奇怪的男人，他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品味，但我觉得这就是人生。那我觉得就是请大家跟着我们婆婆一起笑笑哭哭，一起感受人生这样子。